真修行人保持真念，啊，顺境佛菩萨的境界现前不动心；妖魔鬼怪境界现前也不动心。啊，你看到那个地狱现前的，啊，也是一句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不要去理他，还是守着一卷门头子，马上境界就没有了。 啊，什么叫正念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，就叫正念。啊，这个人对我好，我很感激。啊，知恩报恩，一切随缘，不要作意。我一定要怎样去报他？你完了，你又堕落了。啊，这个人对我有冤仇。 啊，恨我不会被报复。啊，总而言之，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。啊，他对我好，是来考验我，看看我有没有贪念；他对我不好，看看我有没有嗔恨。都是佛境界啊。 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啊。佛跟魔从哪里？从念头。你一念是觉，佛也是魔，这个魔也是佛、啊。一念迷呢，那佛也变成魔了。啊，佛一现前，你功高我慢升起来了。你看我修的不错吧，见到佛了。你们都不如我，就完了，堕落了。 啊，所以你见不到佛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功夫还不够？不需要来考你，你还不行。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了，会有境界陷阱，啊，来考你。你要记住，呃、你你可不能被他所动摇。啊，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啊，大家都晓得。 《华严经》上五十三餐的、啊，五十三餐是什么？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这段期间当中，你所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就是五十三餐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你不必去羡慕善财，哎呀，他遇到那么多善知识，我一个都没遇到。 从早到晚，你所见到个个都是善知识，就是你不觉，你没有觉察到啊！啊，你看到人行善的，啊，这是善知识，啊，立刻想一想他的好处，我有没有？我要没有，要跟他学。 我要有很好保持，不要失掉。看到做恶的人，他是我的老师。回光返照，他做的那些恶有有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没有呢？那后后有，我从今之后不能翻他的过失。你看，不都是老师吗？不都是佛吗？ 啊，善财天天遇到，就天天不断境界向上升，一生圆满成佛。我们天天遇到是天天错过，不知道啊！啊，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啊。啊，佛法说，佛法就是叫我们觉悟的嘛。你悟了就是佛嘛，啊，悟了就回头了。 无聊就离苦得路啊！迷了就在受苦啊！知识分子啊，高等的知识分子，所知当中。 执着自己的知识，他不开智慧啊！他要能够把这个放下啊，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虚心的学习经典。经典里面字字句句是实话了，没有妄语。 你能接受很好，不能接受可以存疑，但是不是怀疑？为什么？它的道理太深了，我现在程度不够啊！我现在求觉悟，求理解啊！怎么个求法呢？以清净心就读诵经典，一遍一遍的读，不要去想。 啊，就像起心论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：，啊，读经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不执着心缘相。你用这个方法去读，时间长了，心定了。啊，所以读经就等于持戒一样。啊，一定要真诚恭敬的去读。 啊，就好像佛在我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去读，读久了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啊，豁然就开悟。